一直以来，国军秉持爱民助民的优良传统，为了协助外离岛地区及重症军民获得及时医疗照护，空军第六联队担负空运伤患返台就医的重任，今年度已载运病患超过200人次，成为急重症军民眼中的慈航救护天使。主要后送的话，就是我们外离岛，包含澎湖地区、金门地区，还有南沙、东沙、南干地区，如果有些伤患，那他需要后送到台湾的话，那我们西澳山东部队就会前进到那些离岛地区，将伤患后送到台湾，给他们更完整的医疗。空中载运伤患需要配合病人的症状给予特别照护，航空护理官会在飞行前的任务提示时仔细说明病患情况与注意事项。金门到松山的话总共是5箱5卷，病人的话是61岁的男性，诊断是缺血性的脑中风，那他是在8月30号有意识状态的改变被送入金门医院的急诊。一些伤患呢，他对压力是很敏感的，譬如说他是脑出血的伤患，他脑压比较高的伤患，如果舱压系统不幸在飞机航行过程中失效了，脑压上面的一些变化可能会造成他病情恶化，所以我们在提示的时候也会特别去提醒机长跟副驾驶在操作上要注意。伤患后送任务中，除了航空护理官外，也需要航空救护士共同合作。我们航空救护士主要的工作就是协助航空护理官在飞机上做好一些医疗器材的架设跟固定，在接获任务前一天，我们会沟通协调的部分，就是要知道病人数量，还有病人的病情病况，需要准备哪些医疗器材。如果我们单位没有办法筹补到这些医疗器材的话，就是要请医院方面帮我们准备好，这样在飞机上伤病患才不会有病情恶化的情况发生。今天没有的情况，或者情况，如果有伤患，会不会影响这样？要不要全程只要有伤患，太任何。当天任务上机后，我们会先改造飞机的形态，就是病人的摆放位置跟高度，然后还有医疗器材需要摆放的地方，会不会妨碍到病患？任务当天一抵达机场，我会先下飞机，然后进去救护车里面，去对这个病患再做一个快速的全身性的检视，然后去看他当下的状况还适不适合使用就是空中后送。那如果当下我判断说他的病情可能有恶化，或是他的病情我觉得留在当地赶快做一个紧急的处置会比较好的话，我也会在现场的机场就把它做一个任务取消的动作，是为了病患的安全。我们是因为礼拜六晚上他们迎新会，小孩迎新会，然后就是他在走在路上在便利商店被酒驾的撞到，好像是只有缝，然后就是挫伤，
那同学陪着他，结果我隔天中午来以后，我发现小孩的状况不对，结果又再照一次那个电脑断层，就颅内出血，所以刚好有军机可以帮我们运送回来跟北农那个合作，所以我很感谢，就是在短短这半天几个小时，我觉得感谢这个国军有没有？我看他们这样一路都来慰问我们，然后量体温，然后也很完善的这些医疗设备，我觉得感谢这些国军。偏乡离岛都是属于医疗比较欠缺的情况，长期以来我们县政府跟第六联队都有很好的默契在配合，感谢我们第六联队的官兵弟兄们，未来也是要仰赖第六联队官兵弟兄们继续提供我们金门这部分的后送任务。军爱民，民敬军，不是口号，空军第六联队伤患载运的任务，就是国军爱民助民的具体实践。国军官兵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发挥专业能量，戮力守护国人的生命安全。